包里，好的，人没了。小杨哥偷偷关注的美女博主化身品牌方来到直播间，只说了一句话，差点把小杨哥魂都吓飞了。咱们俩互相关注，我俩老友，老友了。你把什么都怪到你啊，你23岁呀、啊。你有没有拍过什么跳舞的？我姓石。婉儿最喜欢听那个我姓石打噔噔噔的那个。我姓石，听你的话题。哎呦妈呀！好。哦。来给你们看看哪里观众看了，来给你们看看。观众了吗？你取关了。你这玩意儿小博手机，你商务手机都拿过来了，你想帮他呀？别把你工作搞没喽。好，疯狂养个，看到没有？看点开。互相关注，你看到我关注了吗？事实是关注的呀，事实是关注，我儿子关注的，全赖你儿子了是吧？妈的，马上了，儿子大了之后会说话了，说不是我干的，好了，还是小儿子呢。关注人没错，当然年纪嘛。真有，我儿子给你发信息了。真有，儿子打字喽，儿子3岁来打字。证明我的清白就到了。小杨哥，你们招人不？6月9号给我发的，我让我商务联系你，瞅瞅，心正不正？我商务联系你了吗？没有。敷衍一下。